欢迎回来最新新闻的现场。现代人是相当重视这睡眠哦，所以这床头被单的品质嘛，愈来愈受到重视。新闻继续来看，就是伫咧嘉义地区哦，正受到欢迎的床的世界这间家具的店哦，伊不只是有专业的眠床含困的这个用具哦，更加有睡眠咨询的服务，得到真侪嘉义人的支持和爱护。现在这间店哦，为着要来照顾更加侪人睡眠的品质，对旧的店面已经请到新的组织来扩大营业，伫咧如何是正式来开播，希望会当服务更加侪大嘉义地区的民众。床的世界一家已经服务第六档，为会使带更加民众对眠床的所需，以及提供上好的睡眠品质咨询服务，为提供更完善的硬体资源来服务大众。床的世界特别搬离旧址，曾以占地大约300平的卖场，如何上好伫固定以及跑声中正式开幕。床的世界执行副总经理表示，一顶好的眠床会使予人一眠到天光，一顶歹的眠床往往是予人睡眠品质无好的原因。因此，床的世界特别扩大营业，将透过家己间店的开幕，提供予前来竞选眠床的民众有更好的睡眠品质询问，为家地区的民众健康睡眠把关。床垫选择好，我们家庭事业都没烦恼；而床垫的选择不好，哦，你的烦恼一辈子都烦不完。哦，所以选择上好床垫需要经过专业的睡眠咨询师的量身测试，哦，不是到一般床垫店你随便啊，我现在得解，绝对不是，要经过专业的人的一个测试跟对你身体的评估，选择适合一张你身体体验你肩腰臀的床垫才是一张好的床垫。欢庆嘉义旗舰店扩大营业，开幕当天将推出 VIP 活动，独立桶枕头只要999元。每天限量100粒，一个一系列优惠活动，欢迎各地区的民众踊跃前往参观。活动详情请上床的世界家居鉴店网站查询。新闻台面王小璇，家持彩虹报道。